这两颗最酷了，我在排在这边，我没有卖的，人家要卖，我说我是收藏的，排没的，真正的以前的东西，以前的东西是这样。CD一块两块这样啦，连黑胶的也是3块5块啦，全部都是原装的啦。 以前人多，地方宽。以前我们还没开档，都有人在那等等到我们开档。人家喜欢来寻宝。现在我们开了整天了，都没有什么人来做。啊，你看一个人都没有，连一个苍蝇都没有，怎样去做？快来买东西，来这边支持我们了。Hello， 希望你们会来这里828Green Hub二手货店，以前Sungei Road的样子了。 这边有摊位，我就全部卖，拿出来卖，让以后那些小孩子他们也会认识到这些旧的东西。现在我们这种东西，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在了，以后就没有了。